三次哈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这样子哈，教他要走，教他。好，现在把这只脚横借。好，第一个你是向这边，只把它转过身，180度转身，然后再再180度转身，然后就到这个弧线上去。在原地上转过来，这里，原来就这里，对，因为每次方向都不一样，所以就恢复它，还是站那里，到最后就恢复方向被一次打，一次向下，然后向下，再向下，再向下，来，你不管哪个方向都是跟着。方向在身上，来，不管你在哪里，看，不管在就是前方，对，前方，然后就是侧面，就向侧面，对，就向侧面，就向侧面，就向侧面，最后右边。好，那我再跳一次，好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我到这边，踩住交叉，弓步。好，我现在我的方向是在我身上啊，对不对？我的面向那边啊，所以我要转它转去，让我转出去。我方向还在我身上啊，我要向我的这个反方向去。好，那这个方向上，好，最后一个方向上，对，再做一次这样。好，然后最后才开始啊，这样子。这样有四次啊，一次、两次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四次，对啊，四次。这样你要左转。扭转回正面，这就是整个扭转，上半身扭转，啊，你这个扭转。